这次行程呢，总的来说非常的紧凑，如果我再加在一起，总共只有5个小时。但是也希望让大家看到一个活力十足的我。You are ready? Go. 这次的就是整体是呈现一种多元的那种交融，设计师呢也是从那种传统的元素和 Dolce & Gabbana 的经典 DNA 中汲取了灵感。我今天呢选择了两个华丽风格的金色戒指和一个宝石的胸针，就是为整套的金色的那种造型做一个呼应，在传统元素中体现出精致的现代感。希望尽量做到完美的状态，去迎接每一个挑战。期待，超出期待。